解密烈焰断剑的另一半在哪个怪物的身上。上一次我没看到了完整的烈焰断剑，它无比巨大，完整的烈焰断剑无比巨大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断剑只有一半，它的另一半今天我来告诉大家它在哪里。烈焰断剑的另一半在哪里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秘密的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守护断剑的怪物是黑龙，但是我们在黑龙的身上好像找不到断剑的踪迹。我围着黑龙做了一个360度的观察，烈焰断剑确定不在黑龙的身上，断剑的另一半其实在虚空幻影的身上。嘿，伙伴们，在一个远古的版本，那是远古版本的主页面，而虚空兽的肩膀上有一个发光的物体，其实这就是断剑的另一半，就在虚空兽的肩膀上呀。